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请坐。我们今天继续来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首先呢，我们看呢、啊，这个从山东海岛金山寺。 法性法师传来的一个问题。他说，在同修之中，经常有连续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最多不能超过三个月的说法，致使同修们都非常疑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如法，是否有依据。<coughs> 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啊，我没有听说过。在经典里面呢，有这样说：读《地藏经》啊，不能超过三个月啊，没有听说过。啊，我只是听说呢，呃，佛菩萨鼓励大家多读经典。 啊，《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明确告诉我们，读经、读这个读诵受持《地藏经》有二十八种利益。啊，应该常常读诵。啊，所以啊，这个我们要依据啊经典的教诲。啊，别人怎么说都不需要啊。 听从，啊，我们呢？依法不依人。<coughs> 地藏经功德很大，尤其是对啊超度幽冥界的众生。如果能够以地藏菩萨的慈悲心啊救度苦难众生，用这样的心去读，那。 这感应啊，就不可思议了。好，我们来看网上同修的提问。昨天啊，我们谈讲到这个、哎，有一位同修他提了七个问题。昨天讲到第三个啊，下面呢第四个问题，他说：“墨学曾经。” 照着现代因果实录的方法和家中的蟑螂沟通，并给他们一些米饭吃，但是家中的蟑螂却一直增加。莫学为了不增加家人的烦恼，只好不再供应食物给他们。买了可以放生的捕蟑器，想捕捉他们并放出去，里面放了食物吸引不了他们。请问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看来您在家里学佛呀，这蟑螂也变得很有智慧了，嗯，想捕捉他们都捕捉不到，那么还是要用啊沟通啊，万物都有灵啊，啊，我们对它能够尊重，能够礼敬，他们就会感我们的恩。 啊，那你不想让他留在家里，就可以跟跟他、跟他们的沟通啊，啊，请求这些蟑螂菩萨慈悲啊，离开这个家啊，不要啊造成对家人的骚扰啊，我尊敬你们，你们也尊敬我们啊，咱们互相不要干扰啊，这样诚心诚意的跟他沟通。 给他念佛，就会呀、啊、有感应啊，他们呢就能够听从。下面问题五：在路上遇到被汽车碾毙的猫或其他小动物遗体该怎么办？如果你要是啊，呃，看到。 这个路上啊，呃，没那么危险啊，车不算多啊，你又有这个空余的时间，那你可以呢，把这个尸体呀、啊，啊，收拾，然后呢，在旁边呢埋起来，啊，这是最好的啊，在收拾他的遗体的时候，给他念佛啊，用自己的念力。 跟他们沟通，请他们也念佛求生净土，哎、呃，他们就能够有感知。啊，假如这个时候他中阴，哎、呃，就是还没到中阴，神识还留在身体里面，那么他听到符号就不堕三恶道。 问题六：看到野狗嘴里叼着一只小猫的尸体，墨学追上去想抢救小猫、小猫尸体，但追不上野狗，只好作罢。心里突然出现一一句啊：“我根本帮不上他的忙，你这样做可能和这两只野狗结怨。”请问墨学该如何处理？最好还是要跟他沟通。 啊，你要是追不上他，不要去追，你就跟他合掌，啊，跟他念佛，跟他沟通，请求这野狗啊，尽量不要再伤害小猫了。啊，他们可能也是饿，所以找这个小动物来吃。啊，对你提醒他们，啊，尽量呢，改成吃素。 啊，不要啊，再跟小动物啊借这个命债。哎，跟他们沟通，啊，大家都吃素食，哎，不加冤冤相报。凡事啊，你用真诚心，都会呀、啊、有感应的。 问题七，请问回向记有多种版本，要指定用，呃，什么众生的回向记，该怎么说？这个回向记呀、啊，你喜欢用哪种版本都可以，啊，最关键是诚心诚意的来回向，啊，自己修集的功德不要留给自己，要回向给众生。 哎、嗯，那普通的这个最常见的回向偈就是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嗯，师傅老人家每次讲完经啊，都用这个做最后的回向。下面一个问题：我是一名医生，博士毕业已七年，今呃今年四十二岁，学佛六年。 我学佛后，甘愿踏踏实实当一名普通医生，治病救人。对于论文、晋升这些需要花费很大精力，而且说到底就是明文利养的事，做的很少，所以事业平平。现在有种要被社会淘汰的感觉。想到您当年工作非常出色，我至今仍相信佛法是无上之法。 可能自己在事业上懈怠了，但搞科研写文章的思维方式，与佛法是相违背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要是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需要全身心的投入进去，要不断思考。这与念佛修清净心有矛盾。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我感到这些事情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困难重重。 我这样甘于平淡，做好本职工作，其他时间一心念佛、修清净心的生活方式，果真是正确的吗？我是没有放下吗？墨学现在很困惑，以后的路应该怎么走？哼哼。你确实还没有放下啊！要是真正放下了，明文利呀。 你真正发起菩提心，啊，要自己学佛，要帮助苦难众生，你就不会有这种困惑。要知道，一个人一生中的名闻利养，他也是前生注定的。啊，你想求，未必求得到。 啊，你想舍也未必舍得掉，哎、啊，所以怎么办呢？也不要求了，啊，他来你也不必呀、啊，刻意的去避开。我们的心要至于道，要啊发愿呐，弘法立生啊。 啊，要帮助啊世间苦难的众生啊！但愿众生皆离苦，不求自己得安乐，这就是菩提心。你要发起这样的菩提心，你每天都会发喜充满。啊，所以菩提心很重要。 清朝的沈安大师，这是净土宗第十一祖，他有一篇呢《劝发菩提心文》，啊就讲到入道要门呢，发心为首，修行及物，立愿具现。发了大愿之后啊。 你才能够度众生啊！这个度就是帮助啊，帮助苦难众生，你才能够往生圆成佛道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发菩提心啊，在才是啊，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所以发心呢，比什么都重要啊！你现在正值壮年，嗯，应该发起心，把自己这个能力啊、技术供养。 社会的苦难众生啊，你是一个高知博士毕业了啊，你甘愿踏踏实实做一名普通医生，治病救人，非常好啊。能不能够发起心来？ 啊，为这些苦难众生做义诊。啊，我自己放弃了高薪的职位，啊，走上这条圣贤教育之路、呃，没有任何收入，啊，那全是义务奉献。 啊，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啊，给众生做好榜样啊，因为众生都求名，都求利啊，我们呢不求名，不求利。那真的就是啊，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 才立志走这条路啊，是弘扬啊圣贤教育。那医道也是圣贤教育的其中一个科目啊，尤其是中医啊。如果你能够发心出来讲啊，讲怎么养生。 怎么治病，并且啊，啊去推动这个啊清静心的修养啊？因为所有的病的根源都是气，都是啊心不清静造成的啊。把病啊回归到修心上啊。 这个治病啊，回归到修行，身心兼治那我想，你会走出一条非常不平凡的道路啊。所以，欢迎你啊，加入我们的行列啊。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放下。 放下，名为力量、啊嗯。你看，连儒家孔子都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啊，必须能够放下身外之物，你才能够从事啊圣贤事业。 好，再看下面的问题，请问，在家播放净空老法师讲经给鬼神听，二十四小时播经，供养鬼神的水果，我们能不能吃？这个，哎、呃，供养完毕可以吃。下面一个问题，弟子小时候曾经受过三规。 但是那个时候对佛法并不是很懂，自从现在又听了老法师的讲解，对佛法有了更深的认识，是否还需要重新受三规？弟子还未受戒，也想受戒，不知怎么如法。想要受戒，必须啊，先要学戒，啊。 这不是搞一个仪式啊，拿了一个戒碟就叫受戒了啊？是你真正啊，受一条守一条啊，你能做到了才叫受戒啊。像五戒、菩萨戒是在家人守的啊，那都要自己真正做到，这才叫入法。而仪式呢？ 并不是最重要的啊！有你要真正做到了，有这个因缘可以去啊，受一个仪式啊，这是等于什么呢？你在佛菩萨面前也发了誓了，表了态了，今后一定要严持戒律啊、嗯，这个对自己也是一个促进，而。 你要真正把戒持好，对于开遮吃饭必须要有一定认识啊！因为持戒它也是活活泼泼的，不是死呆板啊！如果死死在这个戒条下啊，不懂得什么时候该开，什么时候啊不能开，这个。 你会持戒持的自己很痛苦，而且别人看了都不敢学了。啊，这也是一个大学问的，啊，所以啊，还是要多听经、啊，多修定，多开智慧，这个对于持戒啊啊，自然就能够非常如法。 下面一个问题，请问动物在被宰杀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为其做三皈依？要怎样做如法？是否要具备一定德行的人才能够去做？如果普通人就能够做的话，具体有哪些要求？哪些方法？我觉得呢，他被宰杀的时候非常的痛苦，与其给他做三皈依，不如给他念阿弥陀佛。 《地藏经》里面就有明确说道。若有众生啊，临命终时，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一辟之佛名，啊，就闻名号，不问有罪无罪呀、啊，悉得解脱。这个解脱至少是解脱三恶道。”哎，这是。 名号一立耳根，就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所以呀，哎，给他们念佛最好。下面一个问题：弟子单位有领导介绍弟子学习为恩禅修，其理念和佛道相近，讲究道法、灵气调谐身心。 但其形式针对高消费高端企业经理，我呃弟子还不甚了解其中运作，但看见有维恩老师和多位大德高僧喇嘛活佛、国外知名宗教人士、灵修大师的合影，并与净空法师在二零零八年也有一张合影，弟子想问老法师如何看待此人？ 是否可以跟他学禅？且听他们说。相为名为恩，老师帮净空老法师做过身体上的调养。请问老师，此人是否可以跟随修行？这个我不太了解。啊，我是第一次听您这么讲的。我对这个禅修的方法，这个一点儿。 不知道，啊，所以不能给你做任何的建议，啊，我自己本人呢，就是老实念佛的，啊，求生净土的，啊，对于其他的禅修的，我不感兴趣。啊，如果禅修的目的是为了了生死，这是属于佛法；如果禅修目的只是为了做身体的调养， 这也是世间法啊，那世间法那当然，哎、呃，这个只要是善法啊，我们都啊不会呀、啊，这个反对啊，毕竟啊啊，大家学了对身心有好处就也好啊，但是呢。 光是调理身心，不能了生死，不能出三界。嗯，现在灾难频繁，我们当务之急就是啊，要求生净土。哎，这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不肯求生净土的。 他愿意学什么，那都可以学。我们呢，呃，不会反对，啊，也没有资格去反对别人。嗯，他愿意做什么，随他们去，我们干我们的，认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下面一个问题。 我是个初学佛者。两年前，我还没学佛之前，认识一个出家人。后来经过我一个好友啊认识这位出家人，后来他们结婚了。虽然这位出家人早就想成家，而且以前好像也有过女朋友，但我现在想，是不是因为我他们认识？ 啊，我是不是也有罪呢？现在我们都是挺好的朋友，那时不懂礼，接受过这位出家人从寺院拿出来的东西，香啊、念佛机什么的。呃，因为我妈妈信佛，可我都不懂寺庙里的东西不能拿。这位出家朋友也是好心送，我那时也接受了。后来学佛礼以后才知道是很重的罪，不知道怎么忏悔。 首先呢，这个拿寺院的东西啊，如果寺院的常住法师啊给你同意你拿，那你可以拿，你就不是偷盗啊，是不予取。你没有经过同意自己擅自拿的，这就属于偷盗。哎，所以这个道理我们搞清楚，就不用啊自己吓吓唬自己了。哎，你那个没有罪。 啊，因为你没有用道心去呀、啊，啊，擅自啊，呃，盗取寺院的这个常住财物，啊。第二个呢，您所认识这个原来是出家人，后来现在结婚了，啊，这就是什么呢？人各有志啊，啊，你也不需要批评，啊。 那么，你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大家一起学佛，在家学佛也可以。啊，出家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嗯、真的要啊放下尘缘呐，这个五欲六尘的享受，一定要断得干干净净。 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立志承担如来家业，这种人才能够啊啊出家修行成就。啊，如果不是志向坚定，难免遇到了考验呢。 他就会动心，那所以呢，这个见到这种情形，啊、呃，也就不必呀、啊、大惊小怪了。那、嗯、那么还是鼓励大家认真的学佛，啊，求生净土，哎、啊，这也未尝不可嘛，啊，这也是一个好事情。下面一个问题，还有。 啊，是我学佛以后，该我刻一些光盘结缘。有时光盘刻坏了，但是上面有经书，封面上也有。我把这些刻坏的光盘处理的时候，有几个包塑料袋里，啊，就跟垃圾一起埋在土里。在乡下家园里，那时候我听过很多老法师的问答。 可听过可以恭敬的当垃圾处理，但是过后总是觉得不妥。今年夏天我去乡下，呃，想挖出来，但一挖看见好多虫子，又怕因为伤害了很多小生命，又罢了。不知道怎样忏悔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就啊，既然做了，那就随缘啊，不要老放在心里了。 以后呢，我们这些光盘呢、啊，啊，确实最好的方法是拿去回收，啊，你埋在地里呢，这个对土地也是一种污染啊，因为光盘它它不能够啊啊被融化，啊这是可能造成了对土地的污染啊，所以啊，应该把它拿去流通。 啊，或者是这个拿去，哎、呃，回收。那回收，我们只要恭恭敬敬的啊，把它包好送回去就可以了。下面一个问题：墨学学佛时间不太长，不过也将近五年时间了。墨学想施食利益众生，可网络上关于施食方面文章很多。 请问，墨学应该参照哪个为好？力求在日常生活中简单易行。还有初学诗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啊，这个诗时呢，在这个一般的早晚课颂里面，哎都有，哎，你可以呢啊参看。 照着做就可以啊！你要学习，你到寺院里面啊，向这个常住法师学一学，也很容易学会啊。这是属于啊比较正规的事实，那如果用简单的事实方法呢？那那就是、啊、这个，你在嗯每天吃早饭啊之前。 或者是啊，中午啊、呃、午前就十二点之前吃午饭，你就那个时候呢，你呀、啊，哎、嗯，在吃饭前念一个供养咒，啊念佛，哎、呃、观想，把这个呃范例呀啊、呃、观想。 此时便释放啊，一切鬼神共、嗯，这样就可以了。下面一个问题：昼夜波经期间，通常会产生一些身心反应，尤其心理上的一些反应，通常很痛苦。出现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播经期间需要供养众生吗？ 该照什么样的仪轨去做？如果你在播经期间有这些不良的反应，最好的方式你就是念佛，回向给这些众生，啊，提醒他们在这里呀、啊，认真的听经闻法，念佛求生净土。嗯，那你愿意供养，可以供养。 啊，在佛前啊摆上一些食品，啊，请他们享用。啊，不需要用什么仪轨，真诚心祈请他们，啊，祈请他们来。啊，播完经了，祈请他们走，这就可以了。下面一个问题。 我自从听了胡小玲老师讲的印光法师十念法之后，感觉很欢喜，便迫不及待地用这个方法来念佛。听胡老师讲，有半个月感觉就会非常明显，会有法喜。我很期待这种感受，并且这会使我自己更加喜欢念佛。可是我用十念法念了大概已有两个多月。 可是我怎么什么感觉也没有，想象中的法喜我没有得到，而且念佛还是感觉很累，有时总想停下来，不想再念了，但是又不能不念，我也很迷惑，不知道自己哪里出了毛病，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别人用这个方法念佛都会有法喜，而且会越越来越喜欢念佛，可是我怎么也没有这种情况呢？ 清法师开始啊，这个问题呀、啊，关键是在于呀、啊，你呀、啊，要求这种感受啊，用有求的心念佛，这心就不清净，所以念佛反而没有感应，就是你心不清净啊，要用清净心念佛，你就有法喜了。 你心里还老是想着，哎呀，我什么时候得到这种感受啊？怎么别人得到我没得到？你看，你这个念头放不下，你这念佛就没有法喜，这就是障碍，啊，这叫夹杂，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念头放下，啊，我就清清静静的念，啊，我不希望得到任何的感受。 啊，你有所得这个心放下。啊，我也如果要是有所得，我就希望早日得见阿弥陀佛。啊，得生西方净土，就就希望这个，其他什么都不要。啊，那个法喜是自然的。啊，另外呢。 还有这个念佛，这属于一项专念啊。那《无量寿经》里面讲，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为重啊。发菩提心重要啊！啊，如果我们呢只是在念佛，在技巧上。 非常认真努力的去修念佛，但是这个心老是发不出来，哎，这就往往啊，念着念着呢，就就没有那个动力了。嗯，在省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讲到，菩提心是成佛种子。 啊，当然是往生的正因、啊，有了这个种子，在耕以念佛之犁，啊，就好像你耕种一样，啊，你拿这个犁来犁田、啊，来松土，让种子能够啊更顺利的成长。啊、念佛就是这个理呀、啊。如果我们呢，哎。 只在那犁田，没有种子，那你犁几十年也犁不出任何的庄稼啊！要有种子才行，所以发菩提心就重要了啊！那沈安大师这《劝发菩提心文》讲的非常全面。 黄念祖老居士在这个净土大经解里面啊，两次引用。那这篇文章，师傅早年啊，他自己说早讲过，但是呢，我没有找到啊他的这个啊录音，哎、啊，也没有找到文字稿，就很可惜啊。大概是很早之前讲的。 啊，那我自己本人呢，讲过几遍，啊，好像讲过三遍，哎、那都是因为时间关系讲的，呃，不够细，啊，如果以后有时间，就希望啊，啊，细细的讲，让大家能够啊，细细体会到底什么是菩提心，我怎么发菩提心。 啊，发了菩提心以后，念这符号就完全不一样了。所谓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所以我感受到胡老师讲的印光大师十念法非常好。啊，印祖老人家念佛那几十年的经验。 啊，这是他提倡的这个方法，特别的有效果。啊，那么《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是往生两个条件，用十念法来搞这个一项专念。啊，那发菩提心，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圣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 啊，这两个两篇文章，啊，我们一起都要学习，啊，这就完成了整部《无量寿经》所说的修行的重要。嗯，那么发菩提心跟一向专念是相辅相成，啊，发了心，你肯定念佛，啊，那你念佛又能够长养你的菩提心。 相辅相成。下面一个问题，我听到别人刚接触佛法时间短，念佛就会有非常殊胜的感应。可是我念佛也快三年了，到现在可以说没有什么感应，只是曾经见到一些亮晶晶的光点。至于这些，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感应。除此之外，没有什么了。 是不是我念佛功夫没有丝毫进展呢？我不明白这到底有什么不同？请法师开始。你千万不要去求感应啊！感应是自然的，不去求它自然出现。哎、嗯，那么出现以后都不要理会，见如未见。 啊，千万不可以呀、啊！我去求什么感应，那往往会出现这个魔障啊！这就不老实嘛。所以老实念佛，什么都不求啊，神通感应这些都不求啊，甚至见了佛来了。 也如如不动，啊，还是啊，心清清净净的，佛号不间断。那、嗯、你看，净土中出主慧远大师啊，他临终的时候见到佛来迎接了，告诉大家，啊，我见到了莲池海会了。 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现现前了，说这个圣境，我一生见了三次，啊，前面见到两次，说都没说，大家都不知道，最后才走之前才说出来。你看人家慧眼大师何等的定力，啊，见到了根本不放在心上。 还是老实念佛，这样的功夫啊，就可以大幅提升。嗯，那我也老实告诉诸位，我念佛从来没有得到什么感应，啊，也没见过佛，啊，这唯有一次，那是。 在这个啊、呃，去年八月，师父上人叫我去啊，澳洲，哎、呃，悉尼去参加这几个科学家的研讨会，啊，我代表净宗学院去出席，啊，听这些从美国来的科学家分享，其中一位就是啊，布莱恩威斯博士，他是专门做催眠的。 啊，帮助人回忆前生，啊，他做催眠很有经验，啊，现场给听众们呢就做催眠，啊，让大家体验、啊，我就随着他的这个引导，哎，我就啊，这反复之间呢，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啊，看到这个啊。 莲池海会啊，众菩萨，嗯，这个拖着我去去遍游啊十方国土，哎，就是唯有一次这么样一个经历啊。但是呢，这个经历嘛，可以说就是啊平常啊老念佛的一种啊一种哎这个。 感应吧，啊，因为你老想着希望极乐世界啊，每天念经，它自然就会出现，就像做梦一样。啊，那这种，呃，这个感应我也没放在心上，啊，也不会觉得哎呀非常很欢喜，我觉得很平常，因为你平常老想嘛，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肯定会梦到。 啊，这催眠的时候梦到，啊，那催眠跟做梦还不一样，催眠是啊，你自己很清醒的，啊，那这也不是求的，自然出现，啊，所以呢，我们呢，千万啊，不要有有求的心，有所得的心，这些都是障碍，障碍我们念佛。 啊，障碍我们清净心。哎，我们现在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没什么可怀疑，啊，也没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正正常常。啊，这不是你求就求得来的，它就是一佛念佛的自然感应。 下面一个问题，墨学是哈尔滨的居士。十月十九日晚上，有个同修说他去听刘素云居士讲法。请问大家晚上啊，那告诉大家呢，晚上啊，让去听法的有缘众生和累世伤害过的有缘众生都到刘素云居士家，他会做超度，给这些众生超度到极乐世界去。墨学听经看书少，对此做法有疑问。 这个问题，刘素云老师自己也在讲开示的时候啊，给大家声明过啊，说大家千万不要把它神化了。嗯、啊，他说他自己，哎、啊，这个没有什么啊，说这个所谓的神通啊啊这些事情，都请大家呢啊不要太迷信。 啊，那我们想啊，这个神通也是啊，每个人本来就有的，自信具有的本有的性德。啊，只要你心清净，这些神通它自然就现前。啊，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啊、那么刘素云老师这师父老人家已经给他鉴定了，是念佛三昧呀、啊，那心就自然就清净了。 至于说他能不能超度众生得生净土呢？老实告诉大家，得生净土还是靠自己啊！怎么到极乐世界啊？偶遇大师说的好：“往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你能不能往生，看你能不能真信切愿求生净土。 啊，不光是人呢，一切众生都是这样。他真正发心愿意去极乐世界，这就蒙佛戒言啊，如果说，哎，我就不用搞修啊，也不用啊，这个发愿，到时候啊，阿弥陀佛就会把我超度到极乐世界去了。那阿弥陀佛慈悲呀！ 应该把我们全部一下子就拉到极乐世界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这里轮回？啊、嗯，证明啊，还去极乐世界还得靠自己。啊、嗯，往生是二力法门，一个是自力，一个是佛力。啊，自立是自己要真心切愿，啊，心愿行要。 有这样的条件然后你才能感得佛力的价值，要不然有佛力也价值不上啊。那师傅老人家也说过，刘秀云老师帮助胡小林老师的父亲往上接了世界了。 啊，那这种帮助也只是给他做增增上缘，啊，也需要他当事人自己要真心切约啊，那应该是啊，这个胡小玲的老师的父亲呢，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往生，啊，在中阴身的时候，那刘老师给他念经念佛。 啊，那这个功德加持他，也是他素世有这个善根，啊，所以刘老师跟他沟通，他就能相信他就能发愿了，就能求生净土。嗯，所以还是要自己有信愿呢、啊，啊，否则佛菩萨来也帮不上忙。这个我们要懂啊。下面一个问题。 我家有一尊神像啊，财神像。神龛前面三个玉坠菩萨像，用黄布袋装好后放在财神像脚。哎，这样做如法吗？这样做不太如法。啊，因为财神他的地位比佛菩萨还要低。 啊，不可以啊！啊，将这个菩萨像啊放在财神像的脚下，哎，这个是不如法的。啊，财神应该供在菩萨像，哎下方，啊，不能超过菩萨，这就对了。有一个念佛机上刻有阿弥陀佛像，我也用黄布蒙好。 每次拜佛时，将黄布放下，拜完佛后，再蒙上。念佛机放在神龛旁边靠前位置，如法吗？哎、呃，这个只要念佛机啊，这个佛像，哎、呃、摆的位置不要低过神像，这样就可以。 下面一个问题说：母亲上供时，若说请佛菩萨尝一尝，是否算是啊给佛上供？这样的话，撤下供品时，是否应该念俗果记？啊？取自《优婆塞戒经》，这个可以。哎，总是心诚啊，那么你供佛就有功德了。 母亲上香时，也对着神像和香称佛菩萨名号，并下拜，是否如法？这个也可以啊，你可以观想那神像也变成阿弥陀佛，变成菩萨了啊，这也可以。你拜的还是佛菩萨啊，那佛菩萨随类现身啊，随你的心想生啊，你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 为你说法，他可以现神像。下面一个问题：最近从因果的道理去思维父母恩德的时候，产生了疑惑，还请法师开示。墨学的怀疑是：一、父母与子女有四种缘分，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二，从因果角度来思维，一个众生今生所感受到的一切外境，都是过去生中的噪音，啊，现在感受的果报。那么如此推理，父母从小到大辛苦养育子女、照料保护子女，这都是过去生中欠子女的，今生要还给子女吗？那？ 这样怎么成立父母对子女的大恩大德这个事情呢？从因果上看，确实父母跟子女就是四种缘分啊，不仅是父子之间的任何的关系都是啊这四种关系啊。可是呢，我们学佛人要长生报恩想。 啊，那父母养育我们，对我们就有很大功恩德。啊，不管是父母是不是过去欠了我们的，啊，以前欠的我们就不要了，现在我们应该报恩。啊，这样的念头多厚道啊！啊，就好像别人借了你的钱了，你你可以不要他还了，啊。 那现在他对你有滴水之恩，你都长思涌泉相报，这就是厚道啊！这心呐、啊，厚道就生福啊！所以孝顺父母啊，这就是最有福报了。嗯，不可以呀、啊，哎。 在这些因果道理上啊，自己也搀扶了自己，生不起对父母的感恩心了，就找借口了啊，这就错误。嗯、下面一个问题：最近家里有亲属居士。 正在看哈尔滨一个赵老师讲的现代因果，请问，呃，弟子需要对这个亲属做一些劝告吗？这个不必吧，啊，各有因缘啊，他愿意看，那反正是善法，他就可以看啊，没有关系啊，即使是看恶法也没关系。 我们呢，呃，不必去批评别人，我们就把正法介绍给他。嗯，他要是有缘，自然就听。嗯，他爱听谁的，都是跟他有缘、嗯、你也没办法，呃，这个阻碍他的这个缘分。啊，关键是自己要、啊、修好自己。 嗯，我们问自己啊，到底是不是身陷因果了？到底是不是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啊，常常问自己。啊，这个佛号这一天呢，到底啊中断了多久？啊自己要常常检点。啊，管好自家，不要管别人。 哎，这修行啊，才叫上路。下面一个问题：墨学来自马来西亚啊。莫、呃、学父亲患了大肠癌末期，现在非常痛苦。父亲学佛吃素已经多年，而且之前天天跟敬宗学会的同修们放生，但现在却不念佛了。 莫学劝他念佛，但父亲却制止我，叫我别跟他说。莫学自知业障深重，啊，冤亲债主找上门，也为父亲放生念佛，回向给父亲及其冤亲债主，但效果不彰。莫学自知没德行，不能感应。莫学今年三十一岁，单身，母亲已经不在世了。 木本身也没任何经经济上和这个债务上需要承担。默雪有个愿望，是想持续工作，好好念佛三年，希望能站着往生，给大家做正传。往生成佛后，度尽一切苦难众生。因为看到父亲这么痛苦，不希望再看到有众生再受这样的苦，希望自己能早一天成佛。 众生少受一天罪，请法师慈悲为我开示。我是否可以辞职，找个地方好好念佛求往生？听您这样的介绍，可能你家里啊只有你和父亲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能够啊啊找个地方念佛求往生。你先要帮助你父亲往生。 啊，对自己父亲尽孝，啊，这就顿轮尽分，啊，像您父亲现在是处于啊最危急的时刻，啊，癌症晚期了，啊，现在呢又不肯念佛，这都是啊业障现前，啊，怎么办呢？那就要靠你了，你来帮助他。 啊，要学习《地藏经》里的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知道她父自己母亲生前造了很多恶业，那死了以后肯定到不好的地方，所以呀、啊，把自己所有的家产都变卖了，啊，布施。 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啊，这就是支持这个佛陀教育事业啊。然后呢，感得佛给他实现啊，告诉他回家念佛。结果他回去啊，一心念佛，念了一天一夜，你看。 他就得一心不乱了，他就能到地狱去度众生了啊！然后这个他母亲就超生到天上去了啊！所以、啊、你要发这个心，效法婆罗门啊，不必呀、啊、去求别的地方念、啊、佛，就在家里。 陪着你父亲念。现在你父亲的这个情况比婆罗门你的母亲要好，为什么呢？第一个，他还没有走啊，而且第二个，他信佛、吃素啊，曾经种过善根，现在只是业障现前啊，他没有念佛，你要帮助他消业障。 嗯，特别给他冤亲债主回向，至诚感通。啊，你要拿出婆罗门女救度母亲的那种精神，就一定能够啊帮助得了你的父亲。嗯，临终的时候都是有这些冤亲债主找上门的，啊，是免不了的。 啊，无时间来。你看，我们造了多少罪业，伤害多少众生啊？那他临终的时候肯定会来找麻烦，那障碍我们往生啊。像我记得我爷爷，就曾经啊出现过两次病危啊。他今年九十三岁 啊，前一两年，曾经出现过两次病危。啊，有一次，我记得是零九年十月份，啊，我们香港这边办传统文化论坛，啊，邀请我开幕式啊做个发言，啊，那是十月，呃，应该十月初吧，啊，十月二号，啊，早上发言。 啊，结果呢？论坛之前两天晚上，啊，我收到了家里人来电话，啊，说爷爷不行了。那、嗯、那我就赶紧往回跑。啊，有同学劝我说：“哎呀，这个论坛你要上去发言，要不然等你发完言再走吧。”我想不行，他现在病危。 啊！而且肯定有冤亲债主啊！如果我现在不回去，等论坛结束再回去，可能人命都没有了。啊！我在论坛上就是准备讲孝道，那我自己要是啊见到家里啊这爷爷都不肯呢立即啊援助，那我有什么资格站在台上讲孝道？啊！ 所以我宁愿不讲啊，我就回去。假如佛菩萨真希望我去讲孝道，那么就赶紧帮助我爷爷，要不然立刻往生极乐世界，要不然他身体就好起来。嗯，那我如果有时间，我还能赶回来啊，给大家讲。哎，结果十月一号。 中午到了家，啊啊，这个不是啊，这个九月三十号中午到了家，啊，这提前两天到家，嗯，中午到了家之后，立刻就进入助念，啊，到晚上我们念念给他念佛，发现呢，这个我爷爷啊，一直都在空中啊。 抓些什么东西？啊，那个神情啊，非常的异常，我就知道冤亲在手，来搞他。啊，我就在佛前，哎、呃，求啊，跟这些冤亲在手沟通。啊，请他们呢不要去障碍爷爷，啊，要护持爷爷往生净土。啊，当天晚上。 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念了一部《地藏经》，专门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结果一部《地藏经》念完了，我爷爷就正常了啊。我们再给他念佛念了一个通宵啊。第二天一早，爷爷的感冒啊、这发烧的病都好了啊。我一看，哎，爷爷精神头来了，又能吃饭，又能喝水了。 嗯，大概应该是过了惯了啊。现在往香港赶回来，应该还还来得及，赶紧往往回赶。哎，结果还能赶到啊，当晚赶到，第二天一早，哎，就上台给大家做分享。啊，所以呀、啊，这个老人家临走的时候，护持的人非常重要。 啊，要把自己所有功德回向给这些冤亲债主，跟他们沟通，带自己的家人啊，这个临终者向冤亲债主忏悔、啊、而且要发誓至诚心，你才有这样感应啊。那么你呢？愿意啊，在将来啊，完成你。 护持父亲的使命之后，啊，辞掉职务，专心的学佛，啊，求往生，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啊，那么但是呢，这个你要发这个愿要非常真切，啊，怎么修呢？要多听经、嗯，听这个无量寿经。 一心念佛，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佛菩萨，啊，至于佛菩萨什么时候来接，你不必去管，啊，不要有乞求的心，不要有所得的心，啊，全部由佛菩萨安排。 啊，阿弥陀佛！看我什么时候时候啊，机缘成熟，他就会来接我。啊，等念到差不多了，你功夫成就了，啊，说不定你跟这个社会、跟这个世界的众生有缘。哎，阿弥陀佛还是不来接你，让你啊去度众生，啊，完成你的任务，佛再来。 那你也就随顺了、啊、阿弥陀佛的安排，啊，不要强作主张，哎，这样就好。啊，你现在还年轻啊，才三十一岁，又是单身，应该发愿做弘护正法的工作。啊，当然，首先自己成就，将来听佛菩萨安排你，啊，为佛法，为众生。 做事情好，下面一个问题：既然众生本来是佛，现在只是迷了，那么众生成佛后，经过无量劫，是不是还会迷，还会堕落？记得净空法师曾说过：佛虽然寿命无量无边，但还是有终的。 啊，那么之后会是什么情况呢？众生迷，就是因为有妄想啊，妄想是无明产生啊，无明就是迷呀啊,啊，什么时候迷的呢？告诉你。 就是现在，你迷了啊！这一念不绝，你就迷啊！所以啊，经上讲“无始无名”，无始是没有开始啊，无名就迷，没有开始的迷。那什么时候啊？不是说久远劫前了，就是当下。 没有开始嘛，你现在这个妄念，你还是在迷，你还得问：哎呀，那我这个什么时候迷的啊？呃，将来成佛以后还会不会迷啊？这都是迷才会产生的妄想，那你永远不能觉悟，要放下，啊，不要去想了，一心念佛了，你就觉悟了。 你这些问题都明白了啊！等你成佛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迷呢？不会了。为什么呢？你知道啊，这个自信啊，本自清净，本来无一物，那你不会再产生。 忘念啊，正是永嘉大师说的：“梦里明明有六趣，绝后空空无大千。”啊，梦里修迷的时候啊，你看到有大千世界，有六道轮回，啊，有十法界庄严。 觉悟了以后呢，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你还会起心动念吗？不会了。啊，那么佛视线来这个世界度众生啊，那么有的世界的佛寿命很长。 像阿弥陀佛是无量寿，可是这个无量寿啊，还是有量的无量。为什么呢？他度化众生的缘啊是有一定的啊，等这个度众生的缘尽了，他就灭度了。啊，当然这是无量劫之后了。啊，那么。 你问灭度之后怎么办呢？灭度之后，啊，众生不以阿弥陀佛得度，他以其他佛得度啊，啊，所以在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立刻成佛，哎、啊，那个时候啊，就佛号改了，啊，众生以另外一尊佛得度。 啊，在众生这里呢来看呢，哎，有分别，哎，佛有不同的名号、啊，不同的佛。实际上呢，在佛那边看，根本没这个分别。三世一切佛共同一法身，嗯、啊，诸佛同体呀、啊。 啊，所谓灭度，都是实现的。啊，对什么人实现呢？对中下根性的人实现。嗯，你中下根性的人，他有这些分别执着。啊，对上根人来讲呢，佛就没有所谓的灭不灭度了，不生不灭呀、啊。 不来不去呀，这就是佛的境界啊！所以呢，这些你慢慢多听经，就自然能够弄明白了。好，下面一个问题：我家是农村，有地。 但种地难免要打虫药预防，可能会无意伤到小虫。我是否可以先和小虫沟通，先让他们几天内离开，几天后就要打药了，可否这么做？有同修说让我制大杯水喷洒地里，可是家人都没学佛。呃、哎，请法师指点开始。你这样的想法非常好，啊，应该是这样做。 啊，跟小虫们沟通，请他们离开、啊。那么他们真的离开了，你也就不用打虫药。啊，你虫药你不是去毒那个虫啊，不是毒那个虫啊，毒死自己了啊！你吃那些农作物，你不是吃了虫药了吗？啊，所以虫药根本不用打，你只要跟他沟通就好。 啊，你真诚沟通，他们就会听话。啊，那那小虫确实它要吃东西啊，那你就可以呀、啊，下法施富。哎，这庄园里面呢就是这样，这个单独分出一块地，那个地上种的这些蔬菜全部供养小虫，啊，而且立个牌子。 欢迎小虫来这个餐厅吃饭，啊，不要到其他地方去了，啊，其他地方留给我们吃，这真有效啊！啊，你看云南的朱总啊，他这样试验，他那个庄园很大，啊，上千亩地，啊，他这样做一样成功，屡试不爽。 那你不妨啊，也可以试试。下面一个问题：墨学常常看到，我们学佛要发愿，墨学不明白应该怎样发愿，一定要在佛前发愿吗？要发愿往生净土，应该怎么发呢？还有忏悔，师父上人和很多大德都强调。 莫学不知道如何忏悔，就读忏悔文吗？莫学刚踏入社会不久，条件还不是很好。我和先生在北京上班，租的房子没有多余居室。莫学放书在卧室，应该注意什么？如果早上早起，先生还在睡觉，我可以在卧室拜佛吗？啊，这个发愿呐、啊。 关键是发真诚的心、啊，至于说这个形式上怎么个发，那个并不重要啊。那你可以呢，啊，用祖师大德的发愿文、啊，来帮助自己发愿啊。最好的发愿文就是莲池大师的。 西方法源文，这是印光大师最赞谈。啊，那忏悔文，我们师父老人家，啊每天啊，都做的一个忏悔文，啊，在香港佛的教育协会，哎、啊，有流通，啊，你可以来索要、啊，不知道网上有没有的下载，啊，应该都会有。 啊，我每天呢忏悔就用那篇那篇忏悔文，写这个写的非常的直白，啊，也很真诚，啊，读的时候随文入卦。啊，就会呀、啊、很有效果。如果家里没有条件拜佛，啊，你自己、啊、在卧室里拜。 啊，那都啊可以啊，这个实在没有这条件嘛，那佛也不会见怪我们。嗯，总是啊，学佛要有一个诚敬心，嗯，在自己的这个条件上，尽量的啊，来表示啊自己的恭敬。 下面一个问题：找佛教寺庙消因果，是否还就是打超度佛事？就是说打超度佛事就行了，这样可以消因果吗？光是靠超度佛事啊，未必能够消因果。啊，这个因果就是你自己造作的恶业啊，恶业怎么消？我们讲忏悔。 忏悔啊，最重要的后不再造啊，过去造了这些恶业，今后再也不造了啊，那才能消啊。不仅身口不造，意地上也不造啊，就是想都不再想，一心清净。 那那最好就是念佛，念佛能消素也。啊，那么这当中听经闻法很重要，听经明白道理了，你那个心才能转得过来。 因为一切的业障都是因为贪嗔痴造成的，啊，贪嗔痴一定要转，转化成戒定慧。啊，如果你不明理，就往往转不过来，啊，靠硬压也未必压得住。下面一个问题，师父上人曾讲过。 玩杀人游戏与杀人罪相同，死后必堕地狱。杀人游戏有两种：第一种是两个真人在电脑平台上对杀；第二种是一个真人去杀电脑上虚拟出来的人物。请问第二种与也与杀人罪相同吗？我男朋友很喜欢玩游戏，但只玩第二种，他非要听到道理。 被说服才肯不安，请大德赐教。嗯、这个道理很深啊，这是《华严经》上讲的：“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啊，现在现在量子力学家渐渐也明白这个道理。 哎，你看普朗克博士，这是德国的科学家啊，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啊。他曾经讲过，说他对于原子的研究发现呢，其实这个世上根本没有物质存在。所谓的物质，只是由波动产生啊，波动组成了粒子，粒子组成了物质。 啊，那这些波动怎么来的呢？波动是由意念产生的。意念波啊，所以一切物质都是来源于人的意念，这就是佛法里讲的一切法有心想生啊。所以整个环境，人事环境、物质环境。 全都是你自己心想上的啊，所以你的心想善恶，就决定了你环境的善恶。那佛法里就讲啊，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你自己心做心事，你自己做的啊。如果我心想佛，就是在做佛。 啊，心想五戒十善，那就是做人天呐、啊。如果心想贪婪，啊，贪得无厌，这就造造恶鬼呀、啊。啊，如果心愚痴，这就是造畜生法界。如果心里头充满了嗔恚。 啊，恶业，这就是造地狱啊。那么玩杀人游戏，那脑子里头、念头里头都是在杀人。那你想想，他天天在这个脑海里面造的就是地狱啊！啊，所以到一直造到命中的时候，这个念力。 非常巨大，真的就现出地狱的景象，那他就掉进去了。地狱啊，不是阎罗王制造出来的，是自己制造出来的，自己造自己受。啊，就好像你做梦一样。 假如你在梦里面掉到地狱里面了，谁造的？没人给你造，你自己造的。啊！可是你在梦境里面，你不知道是梦境，你把这个梦境当真了，所以你会痛苦。那个痛苦的感受可真是真实的。 啊，所以有人梦到啊，自己下了地狱了，啊，在油锅里煎了，那真的是大声的哀嚎啊！啊，有人把他叫醒了，哎呀，醒过来还出了一身冷汗。啊，刚才真的就是在地狱里面呢。啊，一切法就是心想生，就是梦境，但是你不觉悟，你就真有苦。 那、啊、所以呀、啊，就玩杀人游戏呀、啊，这是在脑海里面造地狱啊。那个跟杀人罪是一样的。这个所谓的杀人罪啊，不是用法律来定的罪啊，法律不会给玩杀人游戏的人定杀人罪的啊。这是讲的什么呢？他做的因果的罪业啊，自作自受这个罪业。 啊，将来要下恶道的这个罪业，那是一样的啊！因为呀、啊，这个罪业来自于啊自己的意念啊，身口意，最重要是这个意，意识主宰啊，所以呀、啊，不好的游戏尽量不玩。 啊，出家人连武器、兵器都不能去摸，为什么呢？怕这些杀人的这些兵器，让自己啊会起心动念啊，这个杀心要是不清净，这就遭罪业。啊，当年弘一大师啊，到晚年。 慈悲到极处，啊，他写字的时候，这个字啊有利刀旁的，那利刀是是是兵器呀、啊，有利刀旁的，他的不不不忍去写这个字，啊，把这个字空出来，或者只写一半啊，这是他。 慈悲啊，自然的行为。下面一个问题，在过去一百集的《修行与生活》座谈中，法师您曾经说过一首偈子，是早上起床时念的。 大概的意思呢，是我们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不小心踩死了小昆虫，就当下请他求生净土。这首偈子我忘记了，请问能否再说一遍啊？这可以，啊，这是啊，在《沙弥律仪》里面，或者是偶一大师的啊《沙弥十戒威仪录要》都有。啊这是啊从招淫旦 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丧身行，愿如及时生净土。啊、嗯，那、这个再说一遍啊，从朝淫旦啊，朝是朝早上啊，淫是淫时啊，三点到五点是寅时，淫旦。 啊！但是清晨，直至暮啊，到晚上，一切众生自回护啊，回避啊，自己护视自己。若遇足下丧身行，不小心踩到它了，愿入即世生净土，请你们呢、啊，立刻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首偈子啊，每天早上起床之前。 啊，下地之前先念，啊，发起发自真诚心来念，这一天呢，真的就不会伤害到小昆虫。嗯、啊，这感应是很明显的啊，我就是这样感应到。啊，真的很少很少踩到虫子，啊，万一踩着了，你把脚一打开，哎、它还不还不会死，啊，可能最多是这个啊。 踩伤了他，哎，看了他呢，抖抖身体，哎，他又能走了，啊，这时候你赶紧给他念阿弥陀佛，啊，请求他宽恕，啊，是不小心冒犯了你。下面第二个问题，在过去一百集的修行与生活座谈中，法师您曾经提到自己要关啊、呃、闭关念佛一段时间。 在闭关前，你曾经给一些好朋友发送电子邮件，邮件内容是你所写的记子。请问法师，以后您给好朋友发送电子邮件，而且邮件内容是你所写的记子或者你的修学心得体会，请您给我也发送一份。哈、哎，这个，哎，我呢，现在不会。 啊，主动跟别人联系了，啊，那么你愿意啊要这个剂子吧？啊、呃，可以呢，向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这个电邮啊发过来、嗯，那么他们呢会来问我要、嗯，那我就请他们发给你，啊，那么我记得当时。 用的是偶遇大师的念佛机子啊，你不妨呢，也可以啊，上网查一查啊，这些资料都在网上，很容易查找得到。下面一个问题：弟子是已婚的，能在自己房间念佛、打坐以及放一些经典吗？这个可以啊，只要啊。 你在念佛打坐的时候，保持清净心啊，诵经也可以啊，这个都都没有问题、嗯。当然，如果你能够在家里设一个佛堂啊，在佛堂里面诵经念佛，固然是更好。下面后学念佛，总是不能老是专念，忽冷忽热。 信心总是不能兼顾，听经时就有信心，工作时就没多大信心，不知如何是好。请问后学，问题出自在哪里？出在哪儿呢？就是出在你没有真正发起菩提心啊！所以以后我们这个《劝发菩提心文》，你可以听一听啊，认真的来学习学习。 啊，或者是这个多念一念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啊，真正发起这个愿，你就念佛，自然就转啊。那么平常多听经重要，听经就是提醒啊，师傅老人家提醒我们。 啊，你天天都听这个经啊，哎，天天提醒提醒久了，这个心愿呢就踏实了。下面一个问题：几几月啊？家里下水管道由于不干净，一直有小虫出现。 我想预先通知这些小虫搬家，然后进行清洁消毒，同时念佛号回向。不知是否如法？我实在不愿意杀生，但如果不进行消毒工作，日后小虫繁殖会越来越多，不知如何是好。 另外，细菌算不算有情生命？每次洗衣服、床单上面应该也有很多细菌，这算不算杀生呢？人体应该也有很多细菌，所以想问一问：这小虫啊、细菌啊，都算是啊有情生命啊，都不能够啊有意去伤害他们。 啊，那么像你这样跟他沟通，先跟小虫沟通，让他们搬家，然后做消毒工作，这是可以的。啊，提前几天来做，然后呢，哎，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离开。啊，这是你的慈悲。啊，至于说床单呢、衣服上如果有细菌，当然这也是防不胜防。那哪儿没有细菌呢？ 啊，哪里都会有细菌，所以只好什么呢？多念佛，给他们回向。啊，不能够说啊，我这个到哪都有细菌，那我就不能动了，哎，不能吃饭了，也不能睡觉了。啊，睡觉压到床上都会压死细菌的。啊，这个这个这个，吃饭你难免会吃到细菌呐。啊，洗衣服那更是啊。 那这样说来，那人就不能再搞任何的活动啊。所以最好这些念头，我们不要啊太过的去执着。重要是平常把念头放在佛号上啊。真的，如果是我们无意伤害的这些生命，他们也因为我们念佛的功德加持。 往生善处。下面一个问题：本人从初中莫名有了长短腿，到现在一直没有康复，反而更严重了，给我带来很多不便，请法师告诉我怎么办？哎、呃，你呀、啊，如果。 哎、呃，能够啊，对佛菩萨有信心那你就虔诚的在三宝面前求阿弥陀佛，啊加持你，啊令你能够啊啊这个身体出现的异常状况，啊早日得到恢复，啊要用至诚心来求。 啊，那平常如果可能的话，多拜佛，拜佛消业障。啊，那么一心听经念佛拜佛，业障肯定有消的一天。啊，那么当然，这个业障可能不是今生。 啊，很可能都是前生造成的，啊，也有可能是冤亲债主造成的，所以我们都要忏悔。啊，忏悔无始劫来业障，啊，忏悔向这些得罪过的众生忏悔。下面一个问题。 墨学于今年曾注印《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一书，然后来学习。啊、呃，然后来学习过程中得知此经系后人伪造。因墨学接触佛法仅有一年，而且尚未皈依，不知如何是好，请法师帮助墨学认证该经。如果真系后人所造，墨学应该如何？ 呃，如理如法处理此事，这个你印了没有关系啊？因为这这本经，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里面有谈及过，啊，这、就是确实不是佛所说的。啊，你要真正印那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呢，有一本经是安世高翻译的，在大藏经里有。 啊，好像就叫，呃，父母恩重啊难报经，好像是这么个经题，啊，具体我忘记了，你可以去查查安世高法师引译的，啊，那么这本现在在这个呃居士团体里面常常流通的《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个。 虽然不是佛经啊，但是它也是一本很好的善书啊。你印了给大家看，看了之后，他就能够哎、呃、受益啊。我过去也常常读之不尽啊，我确实把它当做佛经来读啊，那很受益啊。这也不是啊不好。 啊啊，这个大家受益，这种这种是善书，我们都应该信、嗯。下面一个问题：弟子和姐姐,姐、姐夫合伙卖汽车配件，配件中也有一些假货。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对我们的客户始终说真话。 涉及到假配件时，我们会告诉客户这个是假的，建议他们要真的。但是有的客户就是要假的，不要真的。有些司机也知道是假的，他们也要。我姐夫说：“我们对我们的客户说实话实说，他们对不对司机说实话，那是他们的事。好比放生，我们放的我们的生，别人捕捞是别人的因果。” 我们经常去别的门市拿配件，别人可能拿假的给我们，而我们没能力辨别真假。我们卖的假配件一般不会造成大的事故，这个出事车主也会和我们协商赔偿事宜，我们都会达到他们满意。我的问题是：第一，我姐夫的看法是否正确？第二，我们这样做是否正确？ 第三，我最好是继续干，还是退出不干了？哎，在做生意当中啊，能够坚持说真话，这就很难得啊。那么你的客户要来啊，跟、呃、你们呢买配件啊，你呢跟他说真话，啊、哎，这个配件是假的，就告诉他是假的啊。 啊，那么这个客户呢？他如果别有企图，一定要假的，怎么办？那看这个假的会不会带来危险？啊，这个允不允许？啊，就是这个合理合法的来销售。啊，如果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他不能销售，这个虽然说是假，但是他可能没有啊。 呃，犯法那就可以；如果犯法了就不可以。啊，比如说他是盗用别人的品牌，这就违反法律。哎、呃，那就最好我们不要销售这种假货。啊，哪怕这个假货质量还算不错，也不要。啊，因为这犯法的。啊，如果法律，呃，他这个没有冲撞别人的品牌。 啊，他只只是自己质量不太行，啊、嗯，但是法律能允许，我们可以做，啊，把握这个原则就好，啊、嗯，那说老实话，人一生的财富，它是一定的，啊，不是说啊你卖假的，它就财富增加了，不可能，啊，你卖真的，才会财富啊。 该有的也会有，它不会减少。啊，那这样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呢不干真的，要干假的呢？好，下面一个问题，是请教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楞严咒到底能不能带进厕所？ 如果楞严咒不能带进厕所，将带来极大的不方便。我认为不能入厕所是很不合理的事。为了修我们的恭敬心，我们似乎不该把经咒带到厕所。但我认为尊敬佛菩萨不该是形式的，更该是理解并学习佛菩萨的大悲愿力。而且佛菩萨本来到处都有的，不是吗？ 就说地狱里的地藏菩萨，地狱里是不是更污秽吗？我觉得不能在厕所出生念佛持咒是不对的。我若不出声，怎么让那里的众生听见？到底那种更是哪种啊？更是对佛菩萨的尊敬，是学佛菩萨的大悲愿力，还是形式上的尊重？我们啊，也可以说两者都应该做到。 但当两两者产生冲突时，哪个更重要？为何我们一定要分别厕所和其他地方？是他们真的有差别，还是我们的心不平等？或者是因为我们起心有所不同？就同样的一个问题，就可以啊、呃，应该有啊、呃、不同的答案。恳请师父为我开示。 在厕所里面呢、啊，不要念经咒，啊，这是为了恭敬三宝，啊，经咒是法宝，啊，那我们一般来说，厕所、啊、是不污秽的地方吧，我们不要出声念，心里默念可以，啊，不出声念，这是印光大师啊，有提到的，啊，其实出生不出声。 效果是一样的，那那我们何必一定要执着出生念呢？啊，那除非是特殊情况，啊，就你这里也讲到，可能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啊，比如说什么特特殊情况呢？比如说一个人在厕所里晕倒了，啊，那这个时候你给他助念，那就要大声念佛，这就不能管那么多了。 因为什么？你帮助众生啊，那个出生念和不出声念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候就要出声念啊。那你说我平常呃就要出声念，你一定要让厕所里的其他无形众生也要听到，那个就不一定了啊。你一定要让他们听到，可以让劝他们来出来听。 啊，我们放上佛号机，啊，我们平常念佛啊、念经都给他们回响，让他们出来也听，何必一定要蹲在厕所里听呢？啊，所以不是不得已呀、啊，最好不要在厕所里面，这是保持自己的恭敬心，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凡夫，啊，还没到。 入不二法门的地步，啊，在事相上就有差别，就应该尊重这种差别。啊，理上是无差别，但是事上有差别。啊，在厕所里和在佛堂里念，确实是不一样。啊，那我们心里还有这个。 呃，存在着分别执着，那就是不一样嘛、啊。你说我已经没有分别执着了，那不不见得啊。如果你真的是没有分别执着，那你应该吃大便跟吃山珍海味那是一样的啊，你就不应该觉得吃大便会难吃，吃那个山珍海就就好吃，没有这个区别。 啊，你要有这种地步啊，有这种境界，那你就无分别了。你在厕所里大声念没问题。啊，所以自己是什么样的境界，确实要了解，然后呢，要随身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不一不要标新立异。嗯。 下面一个问题，啊，有一个肺癌病人，此人是去年前半年皈依佛门去世的。因他母亲信佛，在他去世后八小时，请当地助念团二十到三十人开始助念。助念期间念佛开示，并要求放下万缘，求生净土。 并请家人顶香开示，要求不要牵挂家里。二十四小时后，亡人头顶不热。助念团长说，亡人还是腹部热，还有重要事情放不下，不能往生。后有知情人说，亡人有一情妇未见。后经家人同意，让情妇见亡人后，亡人全身柔软，头顶发热，扶起。 经情妇礼法整理后，亡者平稳放下。助念团长说：“亡者已往生极乐世界。”助念团长及全体成员撤离后，家里按照本地风俗习惯进行了葬礼。默学问题是：第一，这样助念开始，亡人全身柔软，头部发热，就能说明往生极乐世界吗？ 二如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是否说明亡人确实在人天两道，或者在善恶道？请法师开示。师父上人在讲经当中也讲过，啊，全身柔软，头部发热，也不能够啊单独的作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凭据。啊，那么。 所以啊，最明显的判断就是这个亡者在断气之前自己说他见到阿弥陀佛来了啊，那这是确保往生净土、啊、那死了以后断气之后啊，再给他助念呢，这都不够保险了啊。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 但是机会很低，啊，那不是一般人，啊，有这样的一个缘分，啊，在中阴期间，或者是这个刚断气没多久，他能够啊一切放下，求生净土，那这个确实不容易。你想想，他平常都没放下，在那个时候能放下吗？不容易，啊。 确实是有那个时候往生的，但是确实很不容易啊！当然，助念非常重要，一定要好好护持啊！临终者啊，但是全身柔软，头部发热，这个是瑞相啊，那肯定他不会多三恶道。 这是我们可以肯定，啊，那如果他不往生极乐世界，那他可以呀、啊、往生人天两道，啊，这个我们可以呀啊、呃、肯定，所以助念的功德就很大，啊，如果不助念，那可能他就到三个大学。了，啊，你像这个你这里说的这个例子。 他一直惦念惦记着自己的情人，这是贪欲啊！啊，那贪欲，那只有到恶鬼道或者地狱道啊，因为他贪的是淫欲啊，这是邪淫的话，那往往是下地狱。啊，那助念把他从地狱那里呀、啊、救拔出来。 啊，或者从恶鬼那里救了出来，啊，他是腹部热，那是往恶鬼这个道上走的，啊，那么助念把他提升到这个呃善道，这就是非常了不起，啊，那么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听到助念团的这个。 成员的开导，要求生净土了，那他这个时候就能见佛，啊，就能往生，所以呀、啊，还得看他自己本人。啊，那么，假如说他这个二十四小时当中，哎，身体。 那个热度还会有变化，那很可能他还没有啊离开身体啊，这时候助念就会有效果。啊，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